Só vou.是因为他昨天，小薇，他居然为了一个蹭事这样对我，明明义母都说了，以后我才是他的夫人，也不是吧？何夫人说的是，你要是实在嫁不出去，就委屈一下六少主也行。 别装了，醒醒！你怎么看出来我是装的？刚才抱你都没用力，一看就是装的。没事，说我本来就挺好。